麒麟电视全球首创最大的 IPTV 中文电视平台，提供60多个热门华语频道，包括中国的央视四、湖南卫视、上海东方、台湾的民视、东森、卫视中文台等。有线电视及 iTalkBB 的用户请注意，现在订购就可享受6个月免月费及3个月的影视点播，赶快拨打麒麟电视销售热线1-888-436-0596，1-888-436-0596。为支持新宁医院扩建工程筹款运动，多伦多著名的云道夫表演艺术学院公演的百老汇音乐名剧《小妇人》，特别把12月2日演出的部分收益捐赠医院基金会。日前，两家机构联合进行了新闻发布会，向各界介绍了本次活动。这是新宁医院基金会与云道夫表演艺术学院首次成为合作伙伴，并透过这次的公演百老汇音乐名剧《小妇人》，播出部分收益以支持新宁医院的扩建工程。该基金会筹款部副总裁谢惠子表示，感谢演艺学院的慷慨捐助，协助基金会的筹款运动。云道夫表演艺术学院创办人及总裁 George Randolph 称，能够回馈社会是学院办学的理念，并且与新宁医院基金会的宗旨一样，为未来做出投资。嗨，大家好，我是谢惠子，新宁医院基金会的筹款部副总裁。今次呢是第一次这个 Randolph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帮新宁医院筹钱。在12月2日在 The Buffett Center 那里呢，我们会有一个1至2个小时的 performance， 希望大家多些支持，因为这个活动呢筹到所有的钱都会50% 是会给新宁医院来到去做运作，还有来帮我们这个4亿7千万的 campaign 来到筹钱。新宁医院呢是在加拿大最大的一个physical site 的医院啦，我哋每年都睇多过100万嘅病人嘅 visit， 咁而我哋嘅cancer care， 我哋嘅心脏科，我哋嘅 women 同 baby 科，同埋我哋嘅 trauma 科咧，都系我哋4个最主要嚟到去筹款嘅 program， 咁希望大家有机会多啲支持我哋。Hello, my name is George Randolph, president and founder of the Randolph Academy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And we're very excited to have this collaboration with the Sunnybrook Foundation joint fundraiser that we're doing on December 2nd at the Bathurst Street Theater, located at 736 Bathurst Street in Toronto, 1 block south of Bloor. We're doing a musical entitled Little Women. And it's a wonderful holiday show, and I hope you're able to come and see what we do.这出百老汇音乐名剧《小妇人》描述19世纪新英伦的一个小家庭的四姐妹 Jo、Meg、Beth 以及 Amy March 的人生历程。此剧由该演艺学院冬季毕业生领衔主演，配合美妙的音乐、歌声、舞蹈等元素，加上感人的剧情，为本地观众带来了温馨亲切的晚上。在发布会上，主办方也让参演的学生为大家演唱了剧中的个别曲目，让大家先睹为快。Giant
本舞台剧将在 Bathurst Street Theatre 上演。如果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登录 ticketmaster.ca 网站或致电416-872-1111订票。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大多故事，下次再见。大多故事是由 Willowdale Subaru 特约赞助播出。